乃琳，首先不免说，要跟你说一句，我爱你，永远，永远。从一开始被认定是一个浪子，到现在，我们走到了这个结婚的殿堂，我想，我应该已经有资格能够成为你的丈夫了。他喝完了、哦。老板那么简单，谢谢你一直来对我的包容，让我的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也许我还有很多缺点，但唯一一个优点就是我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还要爱你。虽然你很爱背着我偷吃好吃的东西，但看在未来我还能继续吃下去，那我就先原谅你。一、二、三。他小声跪姿。人生第一圆梦 ，Happiness。请问新娘可以吗？圆梦是怎样？圆梦了。圆梦了。哦，可以。我知道我们两个脾气都不是很好，常常会吵架，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很爱我。然后我现在是要结婚了。以后还是你的女儿，所以虽然你说结婚后要以夫家为重，但是以后还是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。然后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身体。好。我很努力的想成为你心中完美的伴侣，但是永远都只缺那么一点点。我知道我没有很好，但是谢谢你能够认同我的努力，我依然会继续用心的照顾你，爱你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公主。如果你累了、烦了，就不要忘记我，我会是你最温暖的依靠，我会永远支持你，我会把你当宝一样的呵护。这辈子也许我们不会很有钱，也许不会过高级的生活，但只要有你陪的每一天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希望我们牵着的手能够这样一直牵着，直到终老。如果有一天，
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必须先离开。我希望那回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留下。那你一定要记得，不管你在何时何地，我都会爱着你。